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南精英福人社社长史努比蔡宗甫。今天很高兴、很荣幸，也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盛会。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要来点掌声呢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台南是我的故乡，父亲与阿公在这里开了一家钟表店与贸易公司。我是典型中正路长大的小孩，一家三代在这里70年，见证了府城的风华蜕变。我在这里结婚生子，打造我的人生理想，所以我对这个城市有着浓厚的情感。这里的文化风气让我的生活感觉到了幸福感。8年前跟老婆一起创立了统大国际教育中心，以自己熟悉的语言作为出发点，专门教授英日韩语。当时为了公司的宣传，开始学习网络行销技巧，不但顺利地拓展了公司的业务，而且还让我再跨足到网络行销这一个领域。因为学有所长，近年也受中小企业处邀请担任群聚顾问，辅导安平商圈数位转型及金门沙美商圈。相信今年看到台南市房地产的成长，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商圈的蓬勃发展。目前也将所学再贡献给学校，每周在昆山科大担任讲师。因为付出可以看见进步的活力，所以我向热衷于社会公益活动。在一个机缘下，由 CP Steven 邀请加入精英福人社的创社行列，让我有更多的机会为社会服务。加入精英福人社已经7年了，这是我人生的另外一个里程碑。福人社丰富了我的视野，使我谦卑学习。精英福人社是一个大家庭，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个信念，就是能为社会创造友善的价值。今年有幸担任社长，让我在社友身上学到了更多宝贵的经验。谢谢大家，我爱你们。我要谢谢我的太太与孩子，一路走来真心的扶持陪伴。同时，这个城市也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更加美丽。谢谢大家。